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神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Minecraft。我们今天三个人，再来跟巧克力还有鹿一起来玩这张 Minecraft 的小地图。Hello， 嗨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巧克力。早安呢，早安呢。今天我们要来跟巧克力还有鹿一起来玩这张 Tower Hour 塔发工。为什么巧克力打你？你要打我？我们上一集的时候跟鹿啊一起玩过这张小地图，结果回响还不错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拉了一个小小的新的菜逼吧，跟着我们一起玩。虐菜了，鹿这样子好了，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联合先把巧克力干掉，趁我们还能够干掉他的时候。不要不要，在今天开始之前呢，如果宝宝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，来个12340。五哦，对，五个喜欢，不是五个喜欢，12345个喜欢。如果有突破12345个喜欢的话，我们在就是三国联军在打另外一个新的菜皮妈妈，拜托了。今天先来洗礼一下，先来跟巧克力啊、介绍一下这个游戏怎么玩。首先，你先跟我来这个地方，你来，对，这里有一个游戏玩法的地方。那大致上呢，就是有城堡，有士兵，这个是有中文的，哎，好猛。哦，对啊，哦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俄罗斯的地图哦，超级有心的，有没有？好用心哦。对，那在这个游戏里面呢，你要保护的东西就是这一座城堡，你不能够让这一座城堡坏掉。那你可以派出三种不一样的士兵，分别有骑兵，还有光能武士跟战机，还有坦克，我忘记了是什么。人马、弓箭手跟长枪兵，什么人马、骑兵、长枪兵，还有弓箭手。阿哥来，你有神社，你可以去神社拜拜，他会给你法力。然后有村庄呢，就是会有一些难民啊，帮你赚钱，你要好好疼惜他们。再来就是塔楼呢，就是可以帮你对敌方的部队造成伤害。以上这样子听得懂吗？听得懂我们就开始了，走。再看一下塔楼，对了，巧克力，玩了就知道，没问题。玩了就知道，这个地图呢，它总共有九种不一样的地形可以选择。之前呢，我跟鹿玩过了安宁湖岸，还有地狱之门，都是小型的地图。那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来玩个中型一点的啊，大一点的？对啊，那给你选好了啦，好不好？不然都说我欺负你。孤独之风很适合我。孤独之风吗？那你看一下后面，请让我孤独。这个是孤独之风的地图，要不要你三个看完之后再选择啊，好不好？哦，那来选个神圣古树好了。哎呦，哎呦，大树哎，哇，好美哦。然后，好酷哦。另外一张是遗失的领域，这个嘞，哇，这个会挡在后面嘞，还蛮酷的。这会怎样啊？好好奇哦。我们最后可以来挑战这个，这个可能是传送门的样子哦。之前在玩小地图的时候，它有出现过。所以你要玩的是孤独之风吗？孤独之风，好，孤独之风，请让我孤单一个人。鹿，听到了吗？不要来我家。我们要趁还能够击败巧克力的时候，快击败他好吗？不要啊！这个联手第三方必输。好，那在游戏开始之前呢，你可以选不一样的颜色的队伍。黄色我就先选了，我加入了。好，那我选一个不一样的队伍。有玩家真的进不去哦，可恶！他能够那个哦，就是一起吗？不行呢、欸，不行，联手是不是？对啊，好坏哦。对了，在我们还没有进去玩游戏之前呢、我们调整了一些小小的设定。借由第一集我们学到的经验呢，我们稍微调了一些东西，调整的地方在这里，我绕了一大圈。在我们玩的过程中啊，我们发现我们的兵的血量好像太多了，打起来的那种爽快感好像就是慢了一点点，所以我们把兵的血量从原本的20减了一半，变成10。但是呢，滴血。对，但是我们为了让就是能够出兵变快，把村庄原本的冷却时间从9变成5秒，就是5秒就送你一个，所以应该会很快。然后我们发现呢、做神社的意义好像不大，因为神社它的原本是需要10秒才会产生给你一个，所以我们后来把它调成5。这样子我们就可以一直狂放法术，应该是会蛮好玩的。以上就是我们调的一些小小的设定，应该会变得挺有趣的。那大家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各位来吧来吧来吧，来哦。 Ready 3, 2, 1 Go go。 这毕竟会变超有心的小兵建造，建造兵会从哪来啊？不知道，反正先建造 ，Q 出来嘛 ，Q 出去 ，Q 出去 ，Q 出去，对 ，Q 出去 ，Q 出去就是建造。小 ，Q 出去，路盖很快，路盖很快，狂盖啊！对啊，超凶的，有没有？
要冲经济啊，放兵要到别人家嘛，对，放兵要到别人家，你们没有过来，不要来，不要来，搞不好我用隐形啊，有没有？我怕怕，我怕怕，不要来我家。哦、好紧张哦！这是钱跑出来的速度好快哦。对啊，好爽哦！一直吸。对啊，一直吸钱，一直吸钱，有点爽。二三，为什么录的那么多啊？他一开始就干一满满，在冲经济啊！大家差不多。对啊，我烧你一座啊！大家在冲经济，大家在冲经济。你过来干嘛啦？看看你怎么盖的、啊。你是不是过来放兵吧？没有，看一下，学一下。我怎么觉得你是过来放兵啊？菜逼吧，对不对？你是派过来的，是不是？没有哎、欸，还真的没有派哎、欸。我以为你会派过来。怕，我很怕。哇，路狂冲经济流哎、欸！对，全部都是经济流，太可怕了，吓死了。可不可以送钱然后同盟啊？给我石头。我白痴哦，他那个钱还要自己过去捡呢。哦，对啊。我白痴哦，我以为他自己会有啊。他自己慢慢吸哦。还要自己吸？对啊，自己吸。我靠！哇，路不会是路一个全冲经济是怎么一回事？超多，完全是经济流了。对啊。哇，就 Q boy 就 Q boy。我刚刚这样子慢很多，慢很多，第一场完蛋了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两位大大手下留情啊！没有，我们这边已经要打起来了。手下留情啊，不要不要乱做坏事啊！没有，没有派来，没有派来，还早嘞。看到了，还早嘞。你把阿神换件就隐形了。没有没有，我还活着，我还活着。哇、哦，这可以盖的地方好多哦，好大哦。对啊，路已经要全部都盖满了吧？路在干嘛？不要啊！大家冷静点，玩玩。哎，你来突袭了！呜、哦，我已经没有在突袭啊，在讲什么？呜噜噜，看你过去了。啊，你要来突袭我村庄？别笑，一开始盖那么多村庄就是欠揍啊！巧克力，我们要联合！我告诉你，路超强，上次路真的超猛。哪有？阿神的话可以相信吗？可以，你不相信就要死啦！先看看你们到底怎么打架、啊，学一下、啊。我靠！怎么怎么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压过去了，这有点凶，这有点凶。压过去了，你要你啊！来，等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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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，我听到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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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。那如果我在这里，你会怎样？会转换。你为什么转换？巧克力。我没用过这个法术，看一下哦。你要用路啊？我被拆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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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凶哦！你，哦，所以一开始冲经济还是比较好吗？应该是。哦、那涡轮轮很难逆转呢。嗯，我这次本来想说，又是什么？你涡轮轮其实都在讲一样的东西。我以为法术能够更好一点呢。所以你这次玩法术流是不是？对啊，玩法术流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路用，你知道吗？路很有用啊，路已经要把你家拆爆了。我看得出来啊，我家已经好像快爆光光了。好，真的没有什么路用呢。进攻巧克力这边。哎、欸，别啊别啊！我才有空可以进攻你的、欸。不要不要乱进攻啊，路。哎、欸，你也放兵了。好强哦！冷静啊，路。你有好多，你有好多、哦。没有啊，我没有兵啊。巧克力家好强哦，不是巧克力家啦，路。路好猛哦。我好像已经满经济了。路家太夸张了，真的，我真的觉得有点夸张。巧克力联军，有有，我在打了，我在打了，我一直在打，他整个都打过来了。我来帮你，我来帮你。五个盾兵，九个，这个是巧克力的红兵。哎、欸，你的军队怎么从这边来了？来一点。哇，涡轮喽，双涡轮喽，他会走两条路过去啊？那是你丢的位置的关系，你丢哪里，他就会走那条的近路。哦，哇，修缮。OK。站站站站站，撑住撑住撑住！所以是这里啊，这里要守一下。这个是弓箭手，乌龙龙，不要在我家啦！哇，好多！腾经济，腾经济，进攻路！但是我家被打了，上啊！进攻路！哇，另外一边一开始太凶的后果。
一开始太凶的后果就是这样。啊、假设他打完一国，那个兵会再去另一国吗？会，嗯应该是会继续往前走。哇，不要啊！你，我是蓝色嘛，对不对？蓝色压进去了没有？你那边有五波哎、欸，来压一波、两波、三波、四波、五波、六波、七波。一二三四，哎，受不了哎！一二三，什么？你要丢对位置哦。没有，他那个，因为你兵太多都挤在一起，所以其实是有，其实是有降服的啦。哇哇哇！啊，我是要修城，可是没有修到。修的哦，嘻，看你的位置嘛。再来再来，呦，压进去了吗？我想说盖满了。哇，这边怎么？绿的这边是三只，这还在打这边几只啊？一只。快压进去，快压进去了！大兵上前！哇！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！路有一条路也打过来我家哎、欸！哦，我也看见了！哇，凶哦！窝喽喽！行啊！有窝喽成功吗？有！哎，偷打我家哎、欸！哇，那边兵好多啊！偷打我家是怎样？我要被巧克力这边给淹掉了，我要输掉了！有淹进去！啊，被夹死了！输了！碎！战败了！阿森，庆祝！庆祝！我来了，巧克力！不要啊！巧克力，你是来偷来丢多少东西啊？没有啊，那一点点而已。巧克力经济也是强国，你知道吗？嗯，你要小心了。还好啦，平平还在那嘞。你怎么那么停啊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你看错了。为什么这边还在打、啊？可以打过去。你刚刚真的吸不了路的钱啊？吸不了。哇，你刚全吸走，搞不好是因为你战败的。欸、有可能哦、啊，有可能、啊。哇，你知道那个钱啊？多少？有够多的啊！我靠，这是什么？没事啊，阿珍，1000块的兵力而已啊！哇，你一直在重新盖那塔楼哎、欸，打建筑物的有没有什么特别兵可以比较容易打建筑啊？想太多了吧？好像没有，都一样。嗯，好，先撑出去，先撑出去，撑一下，撑一下。这边窝喽喽，你够穷还在那边窝喽喽？没有，我只是想说可以。Together， 对不对 ？Together 的头啊，哦，苦战苦战苦战，哇，撑住嘞！苦战苦战，你出动啊，大部队 ！OK， 那塔楼停坦的？什么停坦的？是因为我一直在修啊，工兵几乎都没了。OK， 好，撑住，这叫用兵诀窍，我可是有在分析的。你的大战场要输了。对，长枪兵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我，哦，开始。奇怪，阿神好像有一队进去百慕达就不见了。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为什么我的兵好像都没有再出来啦？那个山洞，你进去又变样出来了。诶，撑一下，你，哦，主战场压过去了。你一直在重复盖那个塔楼干嘛啦？废话，我要撑住啊！还一直 money， 什么压不进去啊？哎呦，我大货兵都没了耶！等一下，我的兵都跑去哪啦？是我的兵居然都少了一半了，哎，好夸张哦！我撑住了，好扯哦。可是我其他兵去哪了？是啊，我大部队你几乎都灭掉了，很夸张哎。因为我发现塔楼其实攻击力还蛮高的哦。嗯，不低，很坦。对，而且你居然还有部队到我家嘞！看看这塔防游戏好吗？哦，九只上，居然反打过来了！九只上，那个兵、你都靠塔楼，乌喽喽，上喽！那我要重新再盖塔楼。阿神怎么教我就怎么防。我老老，来，换我压回去。你，哇哦，弓箭手，难分难解啊！一二三四，撑住！怎么可能啊？哎，这样子塔楼超强哎！撑住！没错，塔楼真的蛮坦的。这里欧那还有一个建筑，好。OK， 你再来。
正不是打得好凶哦，长枪兵吗？长枪兵用弓箭手打不是吗？对，长枪兵用弓箭手打。欸，我的兵都没了耶，好扯哦。黑小，撑住了，撑住那一千了。哇哇，你知道其实刚刚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我不知道该不该现在讲，我等一下再讲好了。你，欸，太扯了吧。这边也出来了。碎碎碎上百慕达的。百慕达的终于走出来了。好扯哦。为什么啊？上吧百慕达部队。我等了这么久终于来了。这么庞大的那个优势都可以这样打回来。是塔罗吗？塔罗那么强哦。塔罗真的很凶啊。OK,Nice,Nice,Nice.那等你拆掉，换我盖塔喽。没有那么好盖的啦，要能够拆进去真的不容易耶。没有那么好盖的啦，你还在压，啊，逼我守住这里。哎咻，哎咻，哎咻，何苦要这样子逼我呢？阿神，哇哇，你这次来的也很多哎。是来的也很多哎，欸，真的假的？哇！哦，这波好凶哦。谁的？我的还是你的？你说巧克力的吗？嗯，巧克力那一波一直在那边轰炸。哇，有作用哦，起作用啊，嗯！哇哇哇哇哇！疯了！哇，怎么又被压回来了？酒渣很凶，酒渣又轰掉一座城了。凶哦！哇，村庄。我想要拆家都不行哎，欸，我想拆掉一些没有用的，没办法拆家。看到又两队好凶了过去了，修散转化，怎么那么难？欸，现在完全你被压制了，对我经济已经越来越少了，因为我懂怎么玩啦。哇！妮妮妮，在我家妮妮妮是怎样啦？不强，欸，可是你那个塔防又盖回来，要能够打掉塔防很难欸，有点难齁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 修改一下一些东西，让它更快速。我觉得塔有点太强了，不如这样子好了，巧克力，这一场我们 truth 和平怎么样？啊，我已经胜券在握了。我们和平吧，我们调一下里面的设定。你等我这一波大部队上场，我投降，我投降，看看有没有办法守住。我弃权，让你。我觉得塔有点太强，就是如果这样子下去的话，对，这样子下去不会有一个胜负。钱赚太快，塔太强。对，可能因为那个啦，我们的兵刃有条血比较少啊，太薄了。对，所以塔的能力就反而会变得太强啊。了解了解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改一下里面的一些规则。这一场就由巧克力拿下胜利，耶！哇，你真的很狂哎，欸！那个大部队被你给守住了，你知道刚刚不能乱放。刚刚那个你全部放骑兵，全部一整坨，全部都丢骑兵，大部分。我是那个没有，我各个部队有40个。真的吗？对。可是我刚刚全部因为是随便放，所以可能出的频率不一样，对，就是散开来，然后骑兵因为跑比较快嘛，他先到啊，就被消灭掉。呀，应该是这样了。呀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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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路，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了吗？嗯，看清楚了吗？不要这样。那我们换一张地图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看一下下哦。为什么他的 BGA， 他的地图在？我先调游戏设定好了。建筑物血量拉低一点点吗？你兵不是少一半？对，那建筑也少一半了，少一半，15吗？对啊，15。OK， 就变得其实跟原本一样，但是全部都是加快，了解了解，进加速一倍。好，那我们的地图要在这里选，就选这个呢，看得很清楚。好，中间可以抄近路，这个啦，好不好？比较漂亮。好，好哦，那就这张地图。Beautiful， 来，开始喽！好好好。哎呀，用力建城堡，用力建城堡，好近啊！路怎么在隔壁啊？哎，对啊。哎呦，别乱来啊！
Okay. 我们当友好的城邦好不好 ？OK 啊，我们可以当友好的城邦吗？好啊，我们就在发展自己的经济吧，慢慢发展。城堡时代都开始打，二十分钟的 truth。路，你刚刚是不是？怎么啦？路，我自己是个人认为这样是挺夸张的啦。路，怎么啦？没有人在一开始就是，哇！路这样很坏啊！路，我觉得很夸张。哎、欸，你来放兵了？我防守啊！你拍过来，我不防。我操！哇，路是两方都打哦。嗯哼，太凶了吧？很凶哎、欸，超凶的哎、欸，又来一波。欸、我只有放一波、哦，那一波是谁的？不是我的，很凶哎、欸，巧克力，没有，我去观摩啊，观个屁，派人去观摩啊，我靠，现在是怎样啊？我派兵去取经啊，你过来我这干嘛啊？取个毛啊，我还给你经啊。你不用来求，我直接送过去给你好吗？太多了太多了，够了。一直丢，一直丢，一直丢的、欸，有吗？停不下来的、欸，巧克力，真假的？有啦，停了，停了。我九破兵，巧克力你是坏掉了、哦？没有，没有。你是两个部队九支兵是怎样？因为你那边有派兵呢、啊，我想说以礼相待。我自己是觉得这样子是挺过分的啦。可是你在这边也一直狂扔呢、欸。我废话，我又不扔，我找死啊！可以啊，八波过去，不要这样子啊！九波弓箭手的 ，OK， 好，来来来来来，哦，路这个西方什么时候来啦？哪里？哦，有进去，哦，要许我，不错不错，不错不错 ，OK， 撑一下撑一下，好要掉了，我兵不够多。Oh my god！ 有那边护射，我拉神还可以吗？不太行了，我可以再做防御建设了。哇，你派九家过来啊？九家？沙家那边？哇、哦，那是刚刚防你那里的、啊。OK， 我跟路都是在同一条互动，然后跟阿神就要好多条，真的。哇，你这边三军相会，对啊，在阿神家那里，怎么打？这样会怎么打？关我屁事啊！为什么在我家、啊？我的兵会被夹杀、欸。对啊，哇，路的被夹杀。对，被夹杀。为什么都在我家、啊？不是、啊、你那边感觉比较好战斗啊？为什么还有九只啊？嗯哼。弓箭手，不行了，我好像失手了。叮叮叮！不要摸露露我！叮叮叮！摸露露回去。叮叮叮！为什么盖不起来？又不够钱啊！经济垮也。吸起来，吸起来，吸起来，吸起来！嗯哼 ，Come on， Come on， Come on！ 哇，这一波大哦！哇！哈、啊！哈、啊！啊！我不该逆移那里，应该要跟鹿打在一起哦。嗯哼。阿森，不行啊！你该失手了。弃权，弃手。哇！大指向前，我的家。哦，
最后冷静啊，冷静啊！最后的声响，我守不住录这里了。再见了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你们都说我是冰卡？三大坨的往你家，真的，我守不住了。你拍的都是往我这里啊？因为我刚刚大部分都那个，好了。你临死前的遗愿是要打我啊？对对对对对，能卖多少是多少，上啊！我觉得这样子有哇，三百三百，谁可以吸这个钱？哇，路不来吸吗？我来了。路不要，路不来吸吗？我来吸了。路不行。哇，路不要。哎，吃不到哎。啊，所以是巧克力。哦，啊，我的冰还在吗？哎。巧克力有吃到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吸不到吸不到吸不到，吸不到吸不到，他、啊、这怪怪的，有问题。哇，冰都撤退了，还会撤回去哎、欸？啊、哦，真的、哦？哎、欸，撤回去打起来了！哇，战败！这个，我发现弓箭手拆建筑物拆最快，是吗？对，他们建筑是用融化的。嗯。没有没有，那只是因为那个九加，它其实不是九的，它可能是十八或三二之类的。对，尤其是后面那个坨冰，我不好说啊。哇，又是一千块钱啊，一坨哎、欸，没有任何骑兵的。有，因为骑兵是后放，不然又重蹈覆辙了。我觉得这样好强哦，哇，路，我觉得你有危险哎、欸。嗯，我努力，我努力。这一坨，撑住啊，路。OK 的，哎呦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骑兵走那？为什么要丢这？哦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！你后面还有两只酒加的，怎么回事啊？那个一千来了，那个大概有加起来可能有四五十个兵吧。你看对面的瞬间融化、欸，哎，四个弓箭手瞬间不见、欸，哎，三八融化吧，融化吧，瞬间融化、欸，三四。融化吗？融化掉哎、欸！哇，好凶！全部不见了，一千多块钱的冰啊！瞧瞧那九加机兵，全部都要融化掉了，这个是九九九啊！九九九来了，路！哇，看路的那个骑兵九只，有拉掉吗？感觉打在一团，打很久很久。路这个感觉也不是九只而已哦。哦。哦，我咯咯，我还是九九九哦，九九八，骑兵减一了。哦，因为骑兵是后来造的，比较少。OK， 哇，这一波战斗前面两个七只开始掉了，开始掉了，七只五只不能掉啊，掉超快的四只，要没啦！哦，八只融合在一起了。哇，补回来剩七只，完全比不赢啊！哇，我觉得拿到士兵啊，拿到人头的优势真的太凶，三只。两只，所以城堡是 被你攻掉的、啊。对，应该是城堡被谁攻掉就可以谁就可以吃那个。对，抢光光。九九九，右边九九九。哇，我觉得这个游戏的精髓应该是一口气一大坨冰。嗯，真的。然后就是毁天灭地，因为冰聚在一起真的很强。嗯、毁天灭地啊，听不到啊。还有另一条路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可是我没有钱可以派了。哇。哇，那个支援量差太多了，城堡的优势直接一千下去，哇，这边横扫进去啦，好凶啊，完全不行啊，路，好恐怖啊，融化再融化，哇，这速度，我告诉你，我就说，对不起啦，我们的共同敌人是谁？跟着我们一起讲，我们的共同敌人是巧克力。这个系列还有第三集的话，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多少吗？路，我们要团结一致。不是 ，Right， 这集分手差不多按到这种，希望我们会喜欢这张塔防工程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们知道，看看我们今天可不可以突破12345个喜欢。那么我们下期节目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